技能角度来补这个驱散，因为毕竟否决这个道具很难在第一件直接去做，对，会镜头给到我们观众，是的，普法蓝猫还是 OK 啊，我觉得这个两连点就是一个法医，那个价格会更贵一点，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用法器伤害打伐木机还是好的。请天辉方禁用一法师，对，既然选蓝猫，后边的三手半人肯定是保护一下，白牛哦，这手是把白牛比较怕的一个酱油搬掉了，然后直接出了白牛，像白牛加上一个有补给站的蓝猫，其实前期 AR 的进所以现在其实 PK 有两条路可以选，一种就是选那种你轻易冲过来也很难击杀掉的，是的，就是比较肉的，还有一种就是尽可能抱团，如果能保证好伐木机紫猫带着两个酱油打架，然后等伐木机有了基础装备之后，他们四个兄弟的伤害还是很有保证的。其实这局有一个费的比较擅长的四号位土猫可以考虑啊，这个英雄强度现在不是很高，但是他这局选土猫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这一手驱散可以让 DS 对线很难受，而且中期也有能力去驱散一下，像还剩十秒，我们看现场的粉丝朋友，我们观众还是很有说法。主要如果他们这个阵容完全没有驱散能力，全靠后边否决，太慢了。对，中期这个 DS 的离子外壳，就是首先前期对线的离子外壳你就管不了，是的。然后中期这个奔腾加离子外壳的白牛也会把你冲散。这时候选的之后反而自己陷入被动了，对，可以很早去跟蓝猫合体，然后选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把线的压力再给你，那你要来处理线，我白牛冲起来蓝猫一波进场，很有可能我正面就是个四打三，对，那 XM 要么是回家，要么是死拼的运药，再拉一手白牛直接给冲塔下，要算了算了，对，这波紫猫站位其实已经非常小心了，但是他想封印者过来掩护，这样他可以控到这个圣水符，其实呢这一波的话小猫是可以接受的，对，哎，这里蓝猫被沉默截断了去路，血腥榴弹双榴弹炸上，哎，头上抵了个遗言，结果是 maybe 被拿到了一血，蓝回头想冲两个，但是路上被残影吸断，但是古巴还收掉了这边 frisk， 就是因为两个人都脱离了浮点，往中路的这个线上再拱，然后对方的酱油上下晚来，但是时机刚刚好，像查理斯上路一个人也是落单的，给上一个奔腾选择送野。没有成功，风行者再偷偷过来一剑，我人真的就没了。对，而且这样的话，六分钟的一个比较关键的状态神符是被紫猫控到了一个奥数。提前开始转血，但这个这带离子外壳这一下好痛啊！哦，六级打五级，还在压沉默，还在给压力啊！maybe 这里吃魔棒，回头想反杀，白牛给定位，低波打高波，但是 XM 最后一个太虚之精是断了一下蓝猫的走位。这波蓝猫有点炸，他是走回家，然后出门 TP 出来五级 TP 死。白牛是没带离子外壳的，好像撞到一下还是打出了一个被动，效果不错，属性神符的控制力就已经失控了天命很危险，先手的束缚机捆到，然后后来这里是二三都在，沉默也是过来蹭一下智力，野区遇到的这种古法小脆皮酱油看到是肯定死的，对，就看人头给谁，叉 M 是用共鸣脉冲拿到，快到十分钟了，这个神符其实 AR 是需要帮蓝猫抢一下的，不然如果让紫猫再扩符太舒服了。开飞鳄吃束缚机，白牛是顶了一下，黑贤放了墙，一个拉塞夫拉到墙上，但是对方人太多了，查理斯这里可能自己也要赔进去，换掉了对方的一个风行者，但肯定还是亏的。蓝猫这个启动来了，拉住对方水人，没有飓风劈这是古法伤害，没有能够打死水人，打死对方的酱油，后续再追飞飞伤害是不够，蓝猫蓝量不够了，蓝量不是很充足。这一波 PK 肯定想杀蓝猫，沉默有大，肯定想杀蓝猫。来了，先找对方那个酱油，选择先秒古法，黑先放了一个拉，然后一个强三个人，但是没伤害。这样的话，查理斯自己也很危险，因为这波是一个双 buff 的 XM。这个时候我们看蓝猫启动，找对方那个风行，先提酱油，但是正面已经有点打不了了。水人是变了白牛，回头撞这边的一个蓝猫，打上一个二连，蓝猫已经半血了。但是杀伐木机伤害够吗？他运了一个吹风，我们看先顶，然后打满之后接上一个电子涡流拉，然后白牛再接大，阿发吃一口魔棒，吹风漂亮，练漂亮，蓝猫还有蓝继续再往前追击，还是能杀。他最后的这一波操作非常漂亮啊！对，勾然后接吹风的一个强制位移状态。对，FI 先看到了 Frix 选择先撞蓝猫，然后直接跟进，我们看拉住之后有机会能强秒吗 ？Frix 没被秒掉，回头开了风步，一个束缚机没捆到，这个时候李斯一口没啃很关键。蓝猫选择没蓝之后直接 TP， 但是被阿发的吹风留住了。那这样蓝猫肯定是在劫难逃，回头吃魔棒再滚吗？XM 再追，残影没吸着，无法赶紧输血。
这里有机会没？沉默赶到之后还是把蓝猫给收掉了，那样无法走不了。是的，然后风行者出电锤也想转和，下路再压到二塔。哎，又是直接先出风行者，无法是立了个棒子大招顶回来，但位置有点太深了，而且对方是有微光的。这个时候我们看 K 线一个拉墙，直接对方沉默摁大招，第一个被强秒的反而是 FI 过身的白牛。对，这一波冲风行有一点勉强，因为是经过了伐木机，风行是开出了风步拉远了距离。对，第一段滚道在那个位置能让古法第一时间跟到输出，可能还有机会啊。对，再追的话就没了。这里是看到了一个白牛落针眼。嗯，那这样的话可能下路会乘胜追击继续来打。吹风断下这边的一个黑弦，古法立了棒子抢大家在旁边。我们看这里查理斯是顶起自己的挑战，然后古法在输血，沉默这个时候摁大招，菲菲在打对方的一个伐木机，输出很高，有紫月蓝猫也在帮忙，一丝血伐木距离还是勾了出去，蓝猫继续在追击，强行砸掉对方的一个阿发，后面好像对方有点落荒而逃了，再收掉一个沉默术士 Freaks 开风步，哇，黑弦的这个墙一个封路墙给到一个减速，蓝猫再过来找费德的风行者，电锤风行还不了手。开大还想再留，看能不能留到水人，有点不够，给了奔腾，奔腾回头接了一个奔腾，留到了紫苑，有林肯，不行，太多太绕了。然后利用这个转换的回合，马上 AR 控到了不朽之守护，顿时给了楼抢大家。我看小毛应该是本来还准备出个林肯的，有高破眼看到了小毛，沉默恩大招想救太虚之境，劈到了一个死角里面，真空拉回来，异化再走，加了天赋的异化往左侧跑，蓝猫在跟，而且黑线也放了墙，残阴吸住，但是白牛顶，顶断了这个 TP， 人肯定死。在有蓝猫白牛的情况下，没有大招是肯定走不了的。嗯，那家这里看到留不到伐木机了，直接一个睡睡到两人，看白牛有冲吗？冲小兵就可以了，或者冲后排。来，一冲冲两个，吹风吹了一下蓝猫，但是没用，后面伐木机已经先死了，风步结束，这里风行肯定也要阵亡。那这样的话的一波野外零换三，加上逼出沉默大，可以让 AR 顺势上高，基本上五五开的情况下，他们通过一波二塔防反加控盾，而且是一个对方正好无法处理的幻象系英雄，过来捡智慧神符的沉默术士被白牛盯上，带第一子外壳。冲顶 A 被动，但是发现输出不够，开威克想走，风行者来了，说兄弟我电锤线打你有感觉。是的，黑弦加了一口大鞋，但是还是不行，这里给奔腾想要撤退，但是被留完了，李斯要救 FI 好兄弟，结果自己赔进去了，减四也是补了一个吹风。这波 PK 开悟还是很大胆的，是对方人全复活了，白牛冲小兵位置有点深，我们看，哦呦，对方输出有点高，白牛直接被秒了，居然给了一口大鞋，但是输出太高。对，后续沉默摁大招，这里 PK 是选择撤退，那这样就再也攻不进来了。是的，这个是一个沉默的撤退大啊，但白蓝猫想打来了，找对方的一个紫猫电子涡流拉住，后面的话我们看这里黑线给上了一个很极限的真空，漂亮，但这里紫猫还是走了出去，蓝猫继续在追，有微光屏风没有反隐，蓝猫第二段追击选择失败，查理斯这里想要追，但是有否决，跟自己的吹风有点给重了， FI 说兄弟这个时候我一点二来救你，有恃无恐，这查理斯动不了，两兄弟又要都死了吗？楼的小娜家给上了一手睡，看一下是打还是撤，蓝猫是满蓝的，应该是要打，应该是要打。对，来找 Freaks 风行，然后这里想大家是单找对方的一个水人，水人拨过来也是找天命，天命有个微光披风也能选择自救。FY 这个时候买活再冲过来，配合古巴的吸，要把菲菲吸干了吗？差了一点点，再转力量没杀掉，但是这个阿发的伐木机就没那么好用。小毛了，小毛这波双倍啊，战斗力很强。有否决，给上之后镜像开一手，但是 Freaks 的大招点在了楼的真身身上。衰老救一下否决，这个时候好像第一些美好在输口血，但是不行了，但是对方抱得很紧啊，像对面是五人起，哎呀，人其实不起了，人之后怎么说，选择先动伐木机先来打一套，秒能秒掉吗？白牛顶了回来，但这个时候叉 M 突进，我们看黑线拉墙很漂亮，又是三个人，沉默完了一手大招，但自己的位置有点不太安全，被小娜家幻象配合蓝猫给击杀啊，又是一个很极限的微光啊，给到了伐木机，微光勾走，但是伐木机还是继续在被追，然后这里 maybe 是 BKB 强杀掉了风行者，杀完之后自己是没蓝了，要撤一下塔掉，感觉可以回去控盾，对，因为再推高地还有塔防，而且对方沉默术是活了，是的，够坚决，他如果够坚决的话，守住那个双生之门的眼，蹲在那个高坡，你来我就干你，是的，你不来我就坐门上去打入山。摩尔斯又来吃福了，哎，他是先点的观察者，哎呦，要被单杀了，这波蓝猫是带宝石了，感觉直接吃福比较好啊，对，就是你吃福哪怕死了你也有收获呀，对，想多了，就是，哎呦，
黑障蓝猫往里来，拉到了对方的一个伐木机，黑钳子墙已经提前放了，白牛撞到对方一个水人，我们看所有的输出全往水人身上打，想大家输出很高，要死了水人，转血的状态被打死。哇，这波英灵胸针效果体现出来了。包括娜迦这个时候输出真的很高，白牛过来再顶，中路停了。是的，而且这波打起来的时候，沉默术士应该是没有选择百活交大。对，因为他好像差个几秒钟。给上了一个普通一拳，选择强秒对方的一个查理斯，给到了一个否决挂饰，想大家开睡，但没有能够来得及救。蓝猫有 A 张，蓝猫有 A 张过来拉住对方两人，白牛也是撞了对方两人。阿发这个查姆又一丝血，但蓝猫这次有蓝不给你机会再走了。微光披风，沉默选择了自救，没有给自己的队友，而且有宝石在，这个时候微光效果也甚微。蓝猫要走，有蓝，所以说能成功撤退。白牛再来，哦呦，一撞二，伐木机只有吹风躲过了一个撞。然后 PK 这里也没有再继续做无谓的挣扎了，敲出了 GG， 我们恭喜 AR。 就是线上我的吃住补给已经够了，我不需要那么早的做这个回舞。哎，这里有机会单杀，再一下命中就死啊，必死，漂亮。单杀一血呢，这样的话 AR 会用非常极致的双密法鞋来压死对面的这个优势路吗？感觉这里好像菲菲已经要不行了，再被叠毒，再被飞斧死了。卡了个视野，知道毒狗再来，白牛给撞。关完蓝猫之后，蓝猫蓝量还比较多，而且这里人品号打出了一个被动，查理斯过来五级想支援一下，没什么太多的能力啊。没什么办法，蓝猫这波是有奥数的，看到的话毒狗应该是必死，但看白牛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斧头。好像刮死了 ，FI 有两个幻象打死了，滚滚中路开车要强，动 Freaks 有一个推进，衰老了一下自己。但是古法这个英雄移速很快啊。对。到了二塔有点追不上了，但是蓝猫奥数在蹲，在蹲 maybe 的后路来了，拉住之后残影滚 A， 哎呦，古法交上了一个爆 freaks， 拿到了 maybe 的人头。小猫，白牛再来撞，天命人肯定也是没了，蓝猫这个蓝量是肯定能打死他的。同样，其实上了伐木机到六级也是一波强势，其实 AR 暂时也不太好处理。对，天命有危险。好像上来踢人了，哎呦，塔下墙洞直接秒掉，楼这里六级是有大招的。先过来偷了一波属性，但自己是被白牛定位了，所以回不了血。对，回不了血，兄弟，楼说什么情况？知道被冲了，知道被冲了。然后 Freaks 想单杀 FIFI 有手关来了，白牛这一撞，撞完之后四级加上穷兵丁大招，哎，一个弹无虚发没打到，楼开大招稍微回了一点血量，但还在对方脸上施了一个魔棒，还是对方的双生之门高破眼。蓝猫这个时候再过来滚，超负荷加上电子涡流拉住放残影，再打超负荷，楼这里又被电没脾气，被打出了一个被动，虽然开了黑暗区挤了一下，还是被击杀。浮点控浮，因为有古法，所以他蓝基本上可以随便用。对，啊，又是白牛冲，哎呦，真的好难受啊！这个白牛伐木机的组合好厉害，我发现。中路动手杀了一个 FI 的暗影恶魔，这里伐木机还在跟白牛说：“我来了，黑暗契约解一下，再开大招。”伐木机大是没给到位置。其实感觉阿发的技能放的不是很精准，如果说那一瞬间他轮盘都出去了，那个血量可能秒了。开了自己的越界，杀了一个天命的小鹿，什么时候到他脸上，他提前开。没大招了，这个时候在顶接拉吗？蓝猫，最后一个滚滚的不太好，被小人稍微又多回了一点血，但还是能杀。还是蓝猫这里应该是不敢动的，守望有大招。对，小猫应该是感觉到毒狗这个站位放技能后面是有人的。阿发说：“我来。”白牛一顶三，然后这个时候蓝猫切入第一段滚滚的位置有点过深，但还好兄弟们多把毒狗成功秒掉。滚滚开车找古法。再撞一下穷兵并零，但是伤害输出明显有点不够，查理斯被动手之后交了一个大招逃生，然后后撤不去，让上次被一个小鱼人的切入带走对方的一个古法，但这里兄弟们状态其实都已经不太行了，小鱼人这个位置又是开了自己的大招，还是只能跑。因为其实可以看到 AR 的伤害基本全集中在一个古法身上，后续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处理对方的三合了，明显能看得出来 AR 输出很乏力。护盾神符一撞二，蓝猫再过来吗？毒狗先第一时间交力肘关，蓝猫回头转打天命，状态被消耗的有点多，卖了这个白牛，阿发撤退。这一波冲的位置有一点深，状态也比较残，想追，但是双方没大招，没空了。包抄，对，悄咪咪的，还是想打。这个大的雷符兽血量还挺多的，先漂了一层毒珠，给上一个大招，虚张声势直接拉近距离，但无需把打断了滚滚的开车。菲菲这波很漂亮，回头一个换魂，再给上一个双沉默，漂亮。这个技能释放很到位，对，两个技能都很到位。这个时候反打来了，哎呦，白牛这个撞自己上了山，还好大招能下山，收一个FI 吗？阿发反到，堵后路了。对，就这个小路，这个华容道你这样输出会更高，
找到了，这个闪失很关键。拉住白牛再顶一下，还点了一个高波眼，弗莱感到想要留人，没大招吗？有的，点到了波西头上，但是兽王的位置有点跟不上了。maybe 开大取消了，还是没有选择开车去。看到蓝猫进来之后，直接一个开车，但是跟毒果的关交的时候有点重，又只能撞 Frisk。蓝猫强行杀 FI， 但是输出有点不够，而且自己的蓝量不多了，滚到兽王脸上吗？兽王这里没大招，没蓝的蓝猫极限吃魔棒，再滚一小步，一个换魂挡一下，然后这个时候说加油战兄弟，我来了，我给你输，猛输，但是发现你的血太少了，我蓝量加不起来，蓝猫还是没能被补起来吗？在磕芒果。兽王已经追到自己有大招了，还在追，还在追，小鱼人也来了，突袭跳住兽王给斧子，叉 M 状态掉得很快。但是楼这里也被逼出了大招，后面这里 maybe 在收这边的一个 Morsi。战场分成两片，兽王一直在嫖，伐木巨链在拉开，小鱼人回了一个点血之后，还想再过来突袭打一个控制，幻魂再找蓝猫再突进，弹无虚发接得很漂亮。哇，这个虚无救人，然后反打非常漂亮。但是小鱼人看到一个大概只有五分之一血量的伐木机，认为自己有二连是可以上的。但是古法的这一个虚无救得很漂亮。这里蓝猫是放残影，又炸死了这边一个小路官兵，并没有能够救到，然后自己在原地 TP。查理斯是旁边收了一个无法。小毛的蓝猫跟上局的紫猫一样，在前中期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完美的个人节奏。白牛直接给大招，然后再接自己的暗影冲刺，配合这里伐木机和无法的输出，漂亮！滚滚的车没开出来，直接被打死了。还是掉蓝就掉血的。强抢符拿到了一个幻象，白牛再给冲，又是冲了两个。蓝猫这个时候介入，查理斯很危险，如果地身有个关，他关完之后还是在对方所有人脸上。出来之后一声原始咆哮，但古法是提前衰老了自己。小鱼人突袭跳中之后要打黑暗契约的伤害，把古法给杀掉。白牛给第二发暗影冲刺，蓝猫第二次进场再找 FI， 关是在 CD 的，靠自己的普攻加伐木机的巨齿飞轮给他收走。蓝猫被跳中之后被小鹿天命的被天命的小鹿推进打死了。是的，蓝猫的这一波最后的进场有一点大意了，去强击对方的毒狗，自己被击杀又是一跳打断 TP。 楼这波战场非常关键，小鱼人好像是有了 A 仗之后，小鱼人确实可以打得嚣张一点了。对，他比较灵活，现在 PK 想 一套把他杀掉比较难。蓝猫想找小鹿，但是毒狗有关，又是成功救到小鱼人过来打掉蓝猫的状态已经，蓝猫有点不行了，两段跳，队友赶紧推一手。还好有个滚滚侧面配合兽王是杀掉了穷一碧灵。打不了了吧这正面，楼一丝血还在继续追击阿发，伐木剧烈没有能够被滚滚第一时间打断，又在这个位置绕。撞到一下，然后还能再撞第二下，甲盾冲击砸了一下停车，普攻虚张声势后撤步，很丝滑。不能再去找毒狗以外的人了。他必须要先把这个毒狗杀掉，不然的话这个关永远能关起来，你这一套动人就是没意义的。白牛选择撞的是 FI， 但是蓝猫不敢跟了。这波其实蓝猫已经看到后面有人就不太想上了。有技能不？全部 CD。这个弹弓虚发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啊。那看看谁兄弟多了啊就。这个符我觉得 PK 一定会抢，但是 maybe 也一定不会放 XM 先过来给上一个拉，拿到了智慧神符，打了 maybe 一套状态，而且被沉默了，在这个边缘 maybe 很危险。毒狗给到了关，兽王好出大招，小鱼人这个突袭跳到了对方那个蓝猫，但是古法在输血，那就先杀古法，小鹿输出很高，拿下古法没有问题。小鱼人再找蓝猫位置有点深了，不行了，没射出去，就感觉 AR 这个头皮有点太硬了，非要在对面的地盘。蓝猫最后一点蓝是上去留了一个人，但是自己被小鹿以及毒狗的叠毒给打死了。小鹿这波输出很高，就全程没有人管小鹿了。是的，有点小无解。而且在这种阵容掩护下，毒狗显得也很无敌。而且 AR 的出装都是中期战斗力撑得比较足的装备，加上一个防御端的笛子，就攻守两端都比较限制对面。大招邪恶进化给到冲不动呀兄弟，这真冲不动，在地上爬。白牛的话是想自己去通过顶一些危险线的方式延缓对方带盾的进攻。元早落单了。是的，吼大招提移速再跑，又被恐惧了一下，但是蓝猫还在跟啊，这是个大人头。滚滚是踢了前哨，然后小鹿也再来，蓝猫先滚高坡看到人，这滚滚的装备也很厉害的。小鱼来了，后屁股直接掏出了 Frisk。蓝猫看情况不对，赶紧钻了。对，坐门走了，还好第一时间没人去打断他。然后 PK 其实是要稍微躲一下，要躲到蓝猫应该是有 BKB 可以打。白牛线上漏了一下，又被 FI 逮到了。关，冲又是中了这个进化，走不了。足狗确实太克白牛了。对。
下路继续顶线，但是刚才上路小云露头，李斯要被找吗？但是旁边有兄弟，嗯，反而是这里阿发的伐木机被看住了。小云第一时间不在，第二时间来了。伐木巨链确实勾出去了两次，但是毒狗这里关完之后，滚滚车是选择端后排，撞到了一下这边群攻碧灵，撞两下，哎，群攻碧灵引刀过来没动，直接被秒了，躺枪了这一波。是的，再开塔防，等群攻碧灵的复活。哇，蓝猫胆子够大的，没有林肯，没有 BKB， 他敢这样落地滚。嗯，其实现在这个蓝猫滚意义不是很大，也清不了兵线。白牛撞一下，撞两人，一个换魂。我们看滚滚开车，白牛要死，小鹿的输出推进再跟，撞到一下伐木机，然后再干扰群碧灵的输出位置。这路其实已经被拆掉了，滚滚后撤步也能安全的撤退。嗯，路拆掉了，其实 PK 也没有必要再去进行追击了。嗯，线比较差，蹲在高坡在手，哎，飞脸上被突袭跳住，然后这里滚滚车开出来了，推了一手，但是滚滚的车还在跟。古法马上进一个输血，飞飞没有输出环境，打不到人。在 A 这个大黑龙射网吼出了 BKB 的蓝猫，兄弟们 一鼓作气直接拿下。这个开悟的走位很差，开悟本来应该是让没有进悟的伐木机露线卖的，飞飞怎么会在左边自己作为第一个上高坡的人被发现呢？就是每次滚滚开车不用找他，感觉飞飞都是每次看到滚滚车我伸脚绊他一下，就想杀一个人技了，开刃甲给天堂。我说滚滚说我这一身装备都为你出的，对，来吧，我来展示一下这个效果。蓝猫进场，但是有小人身海护罩，结果是白牛先死。滚滚开车就奔着飞飞来，撞不到飞飞回头撞到古法，一个勋章生死收走。群碧灵真的难受，开越界一下也不出来。是的，阿发在脸上，哎呦，白这蓝猫已经没蓝了，兄弟们直接普攻打死吗？吃了口魔棒往回飞，但是 maybe 在盯防，残血开了一个 BKB 的又是没蓝，要滚滚能 A 死他好像。战场分成了三片甚至四片，哎，这波群攻碧灵找到滚滚的机会，刃甲要结束了，白牛再撞一下，哦，这大推推跟输出，但是伤害没够，白牛再大招顶一下还是不够呀 ，maybe 最终没死，想杀一个敲击技没成功，啊，被蓝猫滚死了，啊，泉水战神还是能够把这点面子找回来的，主要就是群攻碧灵没有大招的时候，那个大推推打那几下根本就不掉血，对 ，maybe 拉开之后吃了口魔棒，然后再买活赶回战场。我又来了，我又来了，你再杀我一次。这个拳要不要进是听小鱼人的，小鱼人说不进，兄弟们是不会进的。对，好，我们看到最后随着基地的爆炸 ，AR 拿到了第二场比赛胜利。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那么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 AR 战队的 FY 啊，森哥来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大家好，我是 FY。这个声音确实是非常的大声，那想问一下森哥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呢？因为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在线下赛见到你。哦，前几天吧应该。前几天过来跟队友集合，还回想了一下，那也是恭喜你们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观众朋友们最近对于你们的状态其实可能是有一些担心的，就尤其是在你们那天输掉了老玩家之后，森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那天就是结束之后队内的整体的状态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之前可能我们线上没处理好吧，然后最近胜率还可以，线上的训练胜率还可以，没了。就是最近的可能就是之前的比赛线上没有处理好，但是最近各方面的话就是感觉线上是处理好了，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那你们赢下了这场比赛之后，其实后续是还有一个加赛的，你们是要去打 IG 和 XG 的败者，你觉得这两支队伍可能哪支队伍会赢？不知道，希望叉鸡赢吧。所以你们可能的话就要去打 IG。那你们打 IG 的话，你自己觉得有没有信心？有一点。有一点。看线上还是线下打吧。我们的加赛应该是在线上打。哎，那既然是提到了现场还是线下，那我想问一下森哥，就是你上一次打现场有观众的这个线下赛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有多久了？要给森哥一个时间回想一下，确实日子比较久了。 TI10 好像没有观众，算吗？
也算，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你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到一个有观众的这个现场的比赛打了嘛，那你感觉怎么样呢？就是在现场听着大家对你的这个欢呼啊呐喊。还挺不错的吧，真就是挺不错的。那你看着大家跟他们说点什么话呗。你别看我，看他们呀。就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吧，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就是一直支持下去。嗯，谢谢大家。啊，那最后呢，其实我还是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啊。啊，我好想抬头看啊。其实最后一个比较好奇的点啊，其实你们队伍的话等于是你们三兄弟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你们也比较熟了。那除了你们三兄弟之外，可能就是有楼和天命的加入，你评价一下这两兄弟吧，你觉得一路现在打过来两兄弟的发挥啊表现各方面怎么样？嗯，跟我们差不多吧，就是我们跟我们三区兄弟感觉实力不相上下吧。那我想问，就是相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楼他会职业的经历没有那么丰富，因为其实天命他也打了蛮久的嘛，你平时会给楼一些什么样自己的建议或者说帮助吗？天命和那个楼还有国土他们三个比较讨论的比较多吧，就是还挺积极的，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明白了，就是心态各方面也是非常的好，然后也是比较的酬勤啊。那这样的话，在采访的一个尾声啊，我们仍然是有一个要给现场的观众送礼的环节，那也是请森哥帮我们在现场挑选一位幸运的粉丝来到我们的台上，然后并且给到观众由 HyperX 提供的云雀游戏耳机。没有办法，那个海报太大了，没有办法。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海报，来举海报的兄弟，你们两兄弟谁代表上？你们两个是认识的是吗？不认识的话，你们这给两个，来给两个，来。我们到台上来，然后你们到中间把这个海报举一下，对，站到舞台中间来。来，请我们的森哥把这个礼物一会儿可以给到他们，对，给到他们，然后我们一起合影。谢谢，我们一起看一下台前的这个照相机，1、2、3，耶！啊，这也是恭喜这两位幸运的粉丝，也是真的有心了，有心，非常帅气的这个海报啊，帅不帅？这也是感谢森哥接受我们的采访，接下来时间交给分析来。首先恭喜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想问一下，虽然知道最近队伍里面事情可能也比较多，但是拿下这场比赛之后的话，整体感觉怎么样？感觉还行吧，因为后面还有打一场加赛。加赛的话，有没有就是哪支队伍会更想打一些呢？没有吧，应该就下一场插 G 打 IG， 看他们谁输就跟我们打了。就是这两个对手你没有自己的想要打的吗？没有没有，都差不多。这支队伍里的话有很多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然后的话你觉得，然后你也是慢慢的打出了自己的风格，你觉得这样风格的形成可能是受到队伍里哪位选手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教练吧，应该是。那想问一下，就是打线下的话，你觉得你会发挥的更好吗？包括有没有一些你线下可能比较看到的跟粉丝的一些这种互动？感觉会更好一点，比较兴奋吧。你觉得之前那场输给 Bright 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大家当时赛前都比较看好你们。我们训练的比较少吧，然后那两天可能状态更差一点，然后就输了，没怎么训练。那想问一下你们平时训练的这个安排是怎么样的？就是训练赛之后的话，你们队员的话还会加练吗？然后如果打路人的话，一天整体的训练量是什么样的？现在正常就是2、4、7三个 BO2 嘛，然后打完就是复盘看一下问题，有问题就说，没有问题就可能路人在，因为最样早起的话可能打个两三把就差不多了吧，可能一两把打得晚的话。那除了中国赛区之外的话，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去看的第一视角一些选手或者队伍？之前去看过基基的一号位吧。那你觉得从个人角度来说的话，你给队伍带来最强的你的长处是什么？刷钱，然后后期的那种终结比赛的能力吧，快速掌握抢时机终结比赛。也是感谢你接受我们采访，希望你能继续在比赛里主宰比赛。好，谢谢。Thank you。